张宝仪同庄思敏、孙慧雪、李君贤等出席主持的新一辑美妆节目拜神仪式。宝仪最近在网上分享素颜教化妆短片，被赞素颜都好靓，是不是因为主持节目学识保养呢？素颜对住观众，我觉得有一个窍门就是那个打光，可能因为我们拍摄得多，就开始知道什么的光是比较拍得出自己的轮廓，或者是减少瑕疵，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素颜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宝仪即将拍摄新剧，是她入行以来戏份最重的角色，有传是顶替侍候李佳芯位置，宝仪看到报道都吓一跳啊。我看到这些新闻标题我都很好吃惊啊真的很首先我觉得因为这套剧其实这个角色呢我三个月前已经接到的了，其实一直都做准备了，而且你说取不取代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是很不同的很独立的不同的艺人，是啊，而且阿里是他非常经验丰富了，我真的冇得同佢咁样相提并论嘅。宝仪剧中饰演医生，佢都为角色做咗唔少准备。我觉得最重要系因为佢系一个好专科嘅医生嚟嘅，咁佢必须要有一啲专业嘅手艺嘅，即系譬如系麻醉科医生，我哋系要学插喉啦。咁呢样嘢系真系要有训练，同埋要翻屋企系即系要练习咯，嗰样嘢。